从空中鸟瞰鹿野高台挤满人潮 ，Hello Kitty 热气球缓缓转身，仿佛在说嗨。来自各国的造型热气球吸引海内外游客到台东，但住房时却发现。房客指控温泉泡汤池边边角角有深黑色的污垢，瓷砖缝隙和把手边缘也不例外。打开马桶盖，里头还有黄垢。有民众入住台东一间知名温泉饭店，对这样的品质直摇头。没有人打扫过就对了啦，但我感觉就湿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一整个晚上也都没有睡。原本设定就是要泡澡，可是看到那个浴室的情况，我完全不敢。12,700多块，这种品质真的很夸张。为了看热气球，花了上万块，好不容易在订房平台抢到房。原本入住三楼的客房，但向饭店反映太脏了，换到五楼的房间还是觉得有霉味。自己的爱车还被饭店的行李推车刮伤。对这间饭店不满的还不止一人。那个泡汤我没有泡，大众裸汤的环境很恐怖，因为就是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水池是飘虫的尸体这样。炸鸡的部分是他那个头发是直接刚好在炸鸡里面，很我觉得还蛮累的。民众抱怨不想再来消费，饭店人员也赶紧确认房内设备。可能就是因为温泉水跟我们专属的一个观音石材产生了一个化学作用，那这边也跟这位客户说声抱歉。碳酸氢钠泉和观音石打造的浴池起了化学作用，饭店业者也会加强清洁。不过电视、电话、冷气都正常运作，也表示如果是饭店过失刮到游客的车，一定会负责赔偿损失，不会推卸责任。华视新闻陈君瑜、潘千仁、萧宇秀台东报道。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